欢迎三位女弟子一起来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欢迎三口组。好，来，好，终于万花筒。哦耶！没看到这三位了，哎，这个小台儿、小顺呐、丽英啊，哎呀，这个不唱歌的话，咱们还见不了面呢。我们来这儿乐活乐活啊，乐活乐活。他们三个在一起就有的表演了，哎，其实他们三个真模仿力是，哎，今天随便挑一个人来，小台模仿一个你最崇拜的，哎，说来就来，哎，就今天呢，非常的高兴能够参加这个节目。我就希望呢，这个节目能够越做越好，谢谢，没了。哦、我个头不高，但我姓高。哎，杨丽英，杨丽英呢？嗯，我是不老娃娃，我很喜欢跟大家见面。听说你们这有一个不老的小燕，那我就过来找那不老的小燕一起到不老林去看看。潘同学来了，哎呦，潘同学来了，潘娃娃来了，潘娃娃来了，一只眼睛都不眨的，哎呦，眼睛好大，哎，那我们顺子呢？顺子，我当然今天会戴这个帽子了，还有撇了这两撇胡子，那当然是有他的道理啊。哎呦，欢迎舒克，花是终于我脱。感觉怎么样啊？模仿得太好，哎呦，啊，真的很像啊！欢迎收看这个江南第一大岛，哎，我上次也看到有人模仿潘越云，怎么模仿的？天天天蓝，干嘛鳄鱼啊？那么苦，身体不行，还有人笑翻掉了。你们是学的像呢，还是他太夸张了？其实每一个人真的要有特色才会，对，才会有这种让人家模仿。对对对，哎，今天其实咱们来讲的一句话就是说，这个三个人一起唱歌不容易啊。对，哎，要一互相忍耐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哎，我忍耐。非常忍耐，我非常忍耐他们二位。你也很忍耐，我很忍耐你们呢。小丹，你讲一句成语来形容他。哎，形容杨丽英唱歌，就用一字开始好了。一字开始，一无是处。啊，哎，那我也来一句吧，一无可取。那么换十好不好？是，十分讨厌。实在难听。什么？这种结合就特别。哎，这种结合，三个人结合就是只有这个一个字，忍。忍。你们觉得他？觉得他的歌是男人，我再给介绍你另外一个歌手。哎，那你们很幸福，每跟他一起唱歌。咱们来看《打破砂锅问到底》。杨北北，哦，什么叫做忍耐？忍耐，啊忍耐，啊忍耐，啊追求幸福你要学习忍耐。为什么追求幸福一定要学习忍耐呢？你看“忍”这个字，因为忍是人类的艺术的一种，是很高的艺术，所以凡事都要忍，要有道。忍一时之气，可以保百年身；忍字心上一把刀，你有没有听过？哦，忍字心上一把刀，对，那忍久了是不是脖子都会缩进去？嗯，我给它恢复正常。有没有打雷？有。咚！杨北北，追求幸福一定要学习忍耐，对不对？对。要不是我们上课时候老师都叫我们不要忍尿，那我都没有忍呢。那我是不是追求不到幸福了？你都没有忍啊？我都没有忍，就直接这样撒下去啊？不是的啦，就去厕所了。哦，你这个忍尿当然不好啊，忍尿，啊忍尿，追求幸福你要学习忍尿。忍尿当然不一样啊，这对身体是有害的，而且当然这个不能用忍这个字来，这个是例外的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说那个忍是待人处事，那个忍跟这个忍不一样啊。哦，你说那个忍是待人处事的忍，是哦，那忍者呢？啊，忍者他都在忍什么呢？忍者多好厉害哦！忍者什么都能忍，忍者是个翻译的名字。他们在修炼的时候，以忍这个字作为自己的目标，不可以乱忍，是吧？我看这个忍者好厉害哦！哇，这样都在忍呢、哦。
不要这样子啦，不要这样子啦。杨北北觉得好像你就会帮把杨北北这样子一样。忍者龟呢？啊？忍者龟他在忍什么呢？忍者龟，忍者龟是一个卡通，是个电影，它是用忍者用一个乌龟两个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叫忍者龟，它是用忍者的名字而已的。这样子啊，那我们学习的就是要待人处事，待人处事上面的忍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那要怎么样忍呢？哦呦，就是我们的待人处事的时候，我们要多包容别人，多体谅别人，替别人想一想。啊，该说的不要说，不该说的也不要说，放在心里，让别人听别人说话，这叫做忍啊。尤其是小孩子做到这样子，无心无嘴啊，无心无嘴啊，就是有耳朵没有嘴巴啊，只要听就好了。那就是说该说的说，该不该说的不要说，对吧？对啊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什么时候该说，我什么时候不该说呢？都不要说，就听杨北北说就对了啊。我都不要说吗？哎，听杨北北说的。我都不要说吗？都不要说，我都要忍住不要说吗？对，全部要忍住。你就是 我一定要忍住不要说。一定要忍住，你已经烦杨北北烦很久了，要忍住不要说了，让杨北北多说一点。那我真的都不要说？不要再说了。你好像很急，想上厕所是吧？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可是来不及，我不管。恐怕已经都来不及了，真的都来不及了。到底什么事情？说说看好了，杨北北听。说看看。不要忍住，不要说。杨北北忍不住了，不要卖关子，快说。让他调走好了。什么调走？谁的车子？当然是你的车。我的车子，我的车子在哪里？啊？刚刚我来的时候。你怎么没跟他讲呢？那是我的车子啊。你叫我不要说。你叫我现在呢？那他已经调走了。调走了！你就是不需要忍耐，忍耐，这就是不需要忍耐，包容别人。当别人说错话的时候，你就需要忍耐，也就不要骂人家。车子调走就让他调走，忍耐。这个我都可以忍，我忍不住你唱歌。你忍得住啊？你运气还不错啦，真的没有跟小燕姐搭配。什么都可以忍啊，我要忍住，我不能说。我已经忍住了啊！你说，你的车子也被拖走了。哎，其实说忍耐不容易。哎，你不要看我刚刚那样唱，不容易，唱的那样不容易，你们唱唱看。朋友，再见，再见。朋友，敬佩，敬佩，敬佩，真的敬佩。你说我们这医务社，我们其实可以两个合组一个合。对对对，不要这两个男，我们两个，哎，对不对？红了，红了，红了，观众也走了。哎，说了半天，今天要干嘛？哦，要猜谜题。猜谜题啊！哎，猜谜题，各说各的。哎，来看看。我想大概，也许可能是基本原则理论上，你有没有了解呢？口头禅，口头禅，每个人各自有自己的口头禅，到底口头禅指的是什么东西呢？你有没有了解啊？每个人都有口头禅。口头禅，哎，说话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林峰，可是以前跟现在的口头禅不太一样，现在讲的大部分都是厉害厉害。啊。小台呢？换一个人。换一个人。好不好？好。他老子的恩是要得，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，只要会抓耗子的猫，就是个老子的好猫。哎呀！哎，说了半天的口头禅，这是口头禅是来自哪里呢？小台看看，各说各的来。我是大。我是小和尚，师傅，你为什么要我天天念口头禅呢？哦，口头禅，口头禅，每天念的话，有一天你会明白什么叫做禅。哦，那师父什么是禅？什么是禅？在禅宗里面讲顿悟呢，就可能知道什么叫禅。顿悟也许就是禅。哦，你现在顿悟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？我每天叫你念的口头禅，念了吗？念了。现在念过听。看不到，摸不着，想要抓他跑掉。什么是禅？我问你，什么是禅？啊？什么是禅？
啊，师傅，我顿悟了，顿悟是空气。空气就是猜你骗谁啊？是个顿悟吗？哎，再念遍给我听。看不到，摸不着，想要抓他跑掉。什么是财？你还问我呀？我在问你呢。什么是财？啊，师傅，我顿悟了。又顿悟了。是机会。机会，机会叫做财呢。啊，再念一遍。看不到，摸不着，想要抓他跑掉。什么是财？啊，什么是财？啊，我顿悟了。顿悟了。是黑夜中的黑狗。黑夜中的黑狗，你胡扯啊！这个财吗？啊，那什么是财呢？嗯，财啊，师傅，我顿悟了，我再念一遍。嗯，再念一遍。嗯，好。看不到摸不到，想要抓他跑掉。什么是财？应该是问我才对吧。你顿悟，哎，算你聪明，我告诉你什么是财。看不见摸不着，想要抓他跑掉，那就是财。啊，怎么请你说具体一点。具体一点是不是？好，比如说冬天我们看不见它，夏天就在树梢，它的又名叫做知了。你用这种眼神看吧。师傅，可是知了看得到啊。看得到，但是树上那么高，在树荫底下，你看得到吗？可是我们也抓得到啊。抓得到，怎么抓？那树那么高，万一摔下来怎么办？你一上去的时候，知了就飞了，你抓得到吗？哦，师傅英明，师傅英明，师傅，这可不可以借我一下？哎，可以可以，你要干什么用呢？我就知道你是干这个。口头禅后来演变成每天说的话，习惯说的话变成口头禅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这个战国时代的这个叫做这个韩非子，我的文章写得很好，可是我的这个讲话就会这样的口气呀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只要这个捏一下那个鼻子就好。哎，好了，哎，我的文章写得很好，可是我在跟人家讨论事情的时候呢，就会这样自然而然就口急了，所以说人家就说了，像我们这种口齿不清，然后这个讲话好像舌头打结在一起的，就是口头禅，就是纠缠的缠。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传到你们那个时代，就变成什么一句话重复好几次，就叫做口头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。那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像你们说什么哇塞啦，什么拜托，什么哎，这种都是口头禅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只是口气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不过捏一下鼻子就好。哎，我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书生，读书就是要认真，要专心呐。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幻即是虚，虚这佛家怎么说的？哦，空即是空，色即是幻，即是幻，反正差不多了。这佛家又有云呐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呀？你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天地不变的真理，可以上天入地，永远存在你我的心中。什么叫口头禅？这就叫做口头禅啊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古人喜欢咬文嚼字，所以咯，我们在谈话的时候都是喜欢加些禅语，这就叫做口头禅。哎，你要问我考上秀才没有，佛曰不可说也。秀才没考过呀。常说的是叫口头禅，什么叫口头禅？顾宝明说的对。顾宝明，那第一个说的对，第一个说的对。大和尚小和尚，大和尚小和尚，一个两个人说的总比一个人说的要对一点。你蛮有道理。哎，三个人唱总比一个人唱好听的，他是基于这个道理。哎，所以难怪你每次都一个人唱。来，何一来了。你选谁？我选。跟小台一样好了，你要我投他票。好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哎，两个人寂寞。哎，这个还有你挂在脸嘴上，不但念诵，口头禅。当然，我个人要我个人的意见。嗯，我个人的意见跟他们一样，就是。哎，来，咱们来看看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。口头禅原来是指一些不太懂佛法的人，喜欢引用几句现成的佛家词语作为谈话的材料。不过也可以引申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喜欢掉书袋卖弄专有名词，不过呢，这都跟现在一般的用法差了很多。非常谢谢。哎，我们现在是要制作人陈玉清小姐。人家说的是对的。对，人家说对的。对，人家说对的，你们三个人都说错了。我们是不是来猜错的答案吗？口头禅就是什么呢？咱们来听听咱们节目里的口头禅，好不好？好。三口子。哦，是是。啊！
下来我们介绍三字雨伞标。差异啊，你拿这样子很特别，哎，好像刺香术，来射手。我们看了，这是他们传统在这个庆丰收的时候，他们用了，哎，庆丰收的时候，对对对，敲锣打鼓，哎，看着喜气洋洋嘛，这跟我们的晚上那个啊，哦，小心火烛，哎，对对，哎，杀鸡啊。然后现场来，我们也支持马来西亚传统的风筝，还有装饰蜡染，非常的漂亮，哎，每一人都可以大红旗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哎，接着我的交给。现在咱们来一点什么叮当风味是吧？对，哎，唱的是什么？小叮当，还真可爱呀！我刚刚给你唱小叮当。